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名师高徒》，我是严淑平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家俊。严老师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学生赵家俊以茶代酒，给您拜年了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，过年好，家俊，你这是？哎，老师啊，实不相瞒，我这不是有事相求吗？您还记不记得年前我说我们剧团要排一部新戏，说给我安排一个重要角色？哦，有印象。是剧务那事儿？对，现在又有新消息了啊！我们剧团说了，不仅让我当剧务，还让我在这部新戏里边出演一个角色，帮人搭搭戏啥的。所以说我寻思，老师，你看看咱今天聊点这个，就是二人转里边的新戏，完了我熟悉熟悉。行啊，那咱们就开始聊。太好了。可是老师啊，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，专业剧团里的二人转新戏那可谓是百花齐放，层出不穷啊。老师，咱从哪儿开始聊起？哎呀，咱们就从总决赛时候你那段婆婆丁开始呗。成，导播老师上节目。婆媳是天敌，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呀？我认为啊，那婆媳关系像弹簧，你要是软她就强，那婆婆就是大瓷花，管她叫妈不是妈，有钱儿咱就多叫她几声妈，那没钱儿呢气她呱嗒嗒。你这观点应该批判啊，过去有句话叫打到的媳妇儿揉到的面，你就是欠揍。我咋欠揍啊？不懂三纲和五常，太不善良。你知道清朝末年那婆媳关系啥样吗？啥样啊？那婆婆就像大灰狼，儿媳就像小绵羊。我不信。这回我就进入角色啊，扮演一个刁蛮的老婆婆。妈耶，那我就扮演那受气的儿媳妇呗。笑死喇叭。哎呀妈，没扮戏呢啊，整马钱了。这老太太成雕了，成不是物了。一会儿出来你看看啊。婆婆，粉啥的呀，少往脸上蹭蹭蹭，这股的味儿啊，老跑腿的一闻，他都已经灵。去挑水千万不能扭腰晃地，你这魔鬼的身材配招风啊！隔壁那个老王心术就不正，流口水百分之百都是荷尔蒙。你要敢红杏出墙，我要你小命打折你的胳膊腿，让你毁容。他真的做戏特别好，他真的做戏特别好，他跟他配的老好了。最听我听罢此言，戏发了欺负你。
赶摸老虎钉，小鸡三赶到嗷嗷那老吊鹰，说这话是想造反呐、啊，还是想革命啊？你以为是个猴子都能变成孙悟空啊？啊啊啊啊！压到死在南城坑，哪有意思？我的尾巴被黑想的，我一个人都死。靠，就是老狸猫啊，那是玩命，不给你数数蹄子，你不知南城鼻孔里流出来的不都是鼻涕？不打你个鼻口穿血，你也不知道。花儿为什么这样？往上涌，三尺家法拿手中，满下来手机风要中啊啊啊啊啊啊贾俊，这戏看完了，你自己觉得咋样？嗯，你要是这么问的话，那我肯定是有进步空间的。这小子浑身都透着那个机灵劲儿。其实啊，你这段戏处理的真是挺好的。你看你演的那个婆婆啊，无论是神态呀、动作呀，都很到位。就是如果在声音上再修饰修饰，化化妆就会更好。嗯，我下次一定注意。老师啊，嗯，你一提起声音上的化妆，我想起来《旺旺战队》里边一个演员，嗯，傅伯宁。哦，哎呀，他演的那个婆婆，老婆婆，不是这个，他演的那个是要饭婆子啊，特别到位。要不咱们一起听听？行啊，听听。愿只想求老爷做主，我能回家转。没想到他要把我儿脑袋弯了，这本账不算，自古来这一仗啊，一头偏娘不亲，儿的娘啥都愿意给，儿亲娘的再多娘不用他管，我的儿娘从此再也不告状，娘从此再也不喊冤，娘从此要翻远点儿走，遇见熟人不答应，走村串村啊，我当游览。餐堂上饭
我心头一热，鼻子酸呐、啊。他知道我后边出草挂顶点呐、啊，脸上的皱纹，风霜刻是满面灰尘点点吧呐、啊，手拄着拐棍儿啊，身打颤呐、啊。婶儿去见破罗山，脚上布鞋张着嘴儿，走一步鞋底儿一呼声，一步一颤声声唤，去呀百家饭呐、啊，就请回肠解解口。怎奈五更寒、啊，心一酸想开口，我来把那个字儿来喊，只觉得有个面团儿卡在嗓子边儿，多年我倒没把亲娘还呐。此事好比那鸭子吃酱肝儿，直播难回碗儿，我直播难回碗儿啊！儿啊！傅不宁这段的胡志县断案确实不错。从形体到唱腔都无可挑剔，是吧？嗯，要是能和这样的女演员在一起搭戏，那肯定能给力。家俊，你这是要换搭档啊？不是，我就是欣赏。说到二人转里的女演员，嗯，不是，说到二人转里的新戏，老师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您和佟长江老师的《天下娘心》，但是我不太会。但我知道咱们这个舞台上有不少学生都唱过，咱选一段听听呗。来，导播老师放一段叫小莹的《天下娘心》。眼前浮现，眼前浮现当年我儿魁梧的身影，颤巍巍抚摸着我儿消瘦的身形啊，娘瞅你鬓抹缠身，霎时能清晰，娘疼你茶篮之内黑天白日紧折腾，而你一做娘就醒，而你一惊娘就惊，而你一做娘就红，而你一病娘就梦啊，叹娘已风烛残年，没了好光景，倘若娘离你而去，谁把儿照应啊？挨过今晚想明日，起身忙把饭菜弄，为让儿子吃得好，我小脚进灶灯啊。九天为儿洗，不怕双手冷；三伏天为儿扇风，不怕胳膊疼啊；为个儿子买了肉，拼命把地种；为个儿子换大米，野菜大鸡虫；
精心呵护三十五年整，用真情唤醒儿沉睡的心灵，七彩正望着娘亲懵懵懂懂，岁月浓缩静止在瞬间中，娘娘一声娘叫的我心头一颤，又惊又喜，搂着我儿泣不成声，热泪洒前胸膛啊，赵小莹唱的也不错，长得也好看，要是和她搭档也能不错。和谁搭档啊？赵小莹。不是，老师，我是说咱们二人转里的新戏。哎，老师，您说回杯记算不算是新戏啊？就是张廷秀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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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也算新戏吧，啊！但是在我们舞台上有很多学生唱过呢，是吗？嗯，我好像没有印象呢。来，导播放一段霍书涵的《回杯记》。对，我好好回一回。闻听二妹讲一遍呐、啊，字字如血泪，打动我的心中啊。我有心对他说了实话，又怕二妹走漏风声啊，一头一记呦呦呦，我在湖边几句把他弄啊，二妹呀、啊，要
要提起了修宅建院我都会，要提起了打官司告状啊那可不重啊。我从小得了个怕官的病，一到大堂就发懵啊，大老爷一拍惊堂木，吓得我腿肚子钻筋，我贼拉拉的疼啊。竹竿子样的长来长去节节空，从前看你像豆芽菜长来长去弯了弓，车车都泥鳅来回跑是跑道，多咱也难成龙。常言说好虎一个是能拦路，一百个黑瞎子的五十对熊，二姐我越骂越生气啊。常听秀我越听啊，花子配不上你王兰英，我生来就是豆芽菜，红糖的竹子那算白扔啊，你就好在车沟里跑啊，熊瞎子到多咱那都是个熊。二哥我生来就是受穷的命，要饭的离不开呀花子棚啊。哎，能唱能唱能唱，唱了龙啊！霍书涵这一板一眼、一招一式都很规范，绝对是专业戏里的佼佼者。要是和他搭档，小秋又嘀咕啥呢？这录节目呢？哦，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这一下子。入戏了，老师，咱继续聊新戏啊。您觉着《皇亲梦》这出戏咋样？我觉得呀，哎，你是不是想听某位演员唱《皇亲梦》啊？我这就要不咱听听董思瑶那段呗。哎，导播老师，上节目。
瘫倒在地上疼啊，哎呀哎呀，thank you.
董思瑶这口唱真挺好，形象也好，气质佳，都不错。你说带谁呢？都带着。大俊，你这录节目呢，这咋还溜号呢？魂不守舍的，嘀嘀咕咕的呢？啊，老师，我这不寻思搭档呢，不是，寻思新戏呢，新戏呀、啊，新戏。哎呀，那我帮你想一个，来，导播老师放一下吴东唱的那个《猪八戒拱地》。家俊，嗯，这段戏你看怎么样？特别顽皮，搞笑。嗯、老师，嗯，这段戏我也会。那你唱几句。猪八戒呀，笑盈盈啊，哎哎哎嗨呀，还要我背起呀，哎哎呀哈，那个女儿花容，心里别提，哎呦多嘚儿啊，乐得我脑袋一个劲儿直不愣，哎哎哎哎哎，咋样？不错，你这声音一出来，猪八戒的人物性格就出来了。老师，您这么一说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嗨，老师，您觉着，我要是和刚才吴东那位助演齐翠红搭档，是不是也能不错？我觉得你这是要和佟长江老师看齐呀、啊？啊，怎么的，换搭档啊？哎，老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不是团里吗？新戏让我给搭搭戏吗？还说可以带个女演员。那我要是带的话，那得跟我这个搭上戏呀、啊嗯。你看这个形象啊，气质啊，得和我般配呀、啊。哎呀妈，你说你这孩子越学越不像话。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好，团里的。喂，啊，哎，人我研究的差不多了。哎，越多越好。嗯，那咋唱啊？不唱，伴舞。那。喂，喂，你这家俊，老师，家俊，哎，放平心态，
老师啊，上回让我聚物，嗯，这回让我伴舞，你说我这不又白学了吗？我太可怜了。家军呐、啊，这学知识吧得要踏实。你说你这都是给自己学的，也不是为了别人。哎，对了，那我问问你，上次你说要学那个什么《醉青天》，你学会了吗？啊，老师，嗯，我最近就是太忙了，然后吧就太忙了，忙不是借口，这戏学到手了，那才是真本事。机会都留给有准备的人，你好好准备准备，总有机会用得上的时候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说，我还有机会呗。对呗，我觉得这个团儿，没准儿。那行。那我好好学学，来吧，导播老师放一段《醉青天》，让家俊学一学，品一品。听回头看，见一顶小花轿来在台前呐、走下来千金小姐，我叫马大烟呐、免得挨扇呐、啊！见台下来位小姐又骂又喊呐、啊，只见她一招打扮，身世不凡呐、啊，暗暗将一腔怒火往下咽，走近前话未出口，面带笑颜，我说小姐呀，啥事啊？既然是老朽把这。作为战，你就不该没老没少乱吐狂言呐、啊！这老头说话不忌，嘴还不善呢、啊，竟敢在众人面前给我难堪，走上前一把推出七八尺远，再磨蹭让你尝尝奶奶的猴圈呐、啊！说着我撩起一起大腿一片呐、啊、一屁股坐在凳上使劲颠几颠呐、啊、哎只气得周围百姓无心把戏看那小姐横行霸道太野蛮呐、啊、台上下你骂我嚷一片混乱呐、啊！走过来本县令我外号啊，赛酒仙呐、啊哎！一连干了五大碗，要
要不差钱来看戏儿，我把酒钱照干见眼前。戏台上下人影乱转，台上跪着个夫人，她还连声喊了冤，莫非这是白蛇庄？将他的座位还呐、您老坐这儿先把戏看呐、看老爷为您把这小事儿擅长言说，无论穷富与百姓一视同仁，不能偏。谁敢凶你有本官呐、怕你一会儿又醒酒，这坛酒足能醉半天呐、只逗得不依老头忙把门市喊，脱去布衣露龙颜呐、访查民间，常言说在朝百文不如一件，有多少贪官污吏无法无天，马太守一仗全是欺压梁山，有多少受害的百姓无处喊冤，看起来这赃官不严惩办，国家难富民不安，不成赃官不平民怨，不成赃官回江山，孤王要把朝掌正，分辨忠奸法纪严，我当场教训马大雁，传圣旨将那太守罢了官呐、我一看傻了眼，偷偷摔了成就坛呐、皇上我上前扶起七品知县，还为他整整乌纱里里山知县呐、我看你最是明白行事罪呀、只有酒后吐食言，寡人赐你金字匾三个大字，对青天，谢皇上。老师，这真是酒茶不醉人，人自醉呀、这一段戏，那绝对是二人转新戏里的经典剧目，这个旋律。这个动作特别有感染力，那可不，这都是咱们二人转新戏里的经典剧目，你好好学，下次我可要检查跑腿的。我觉得给你唱的明明白白板板正正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赶紧和大伙说一个好消息，名师高徒在新的一年里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新春挂历，可以在二人转总动员的官方快手号进行购买，也可以拨打04318581733直接订购。
还有我们的同款名师高徒文化衫也上线了，可以在二人转总动员官方快手号上进行购买，也可以拨打电话0431-8581-7133直接订购，赶紧行动起来吧。好了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明晚17:50即是乡村频道名师高徒，咱们不见不散。